安静点，就是这里。爸爸，小白就麻烦您了。你们就穿成这样出去旅行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在这住几天吗？不了。好吧，人多话点。是啊。路上小心哦。小黑是吧？幸会幸会，我是爷爷。我是哥哥哟，他不会咬我耶。真的呀，好难得哟。小黑很乖的呢。城里也有那么多老鼠吗？爷爷不是抓老鼠的啦。哇，好可爱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团鼠，现在很少见了呢。啊，好可爱。可爱吧？不过为什么要把它关在铁笼里啊？团鼠喜欢乱吃东西了，除了金属和动物，基本上什么都吃，最喜欢吃的是木头，不关起来会把房子吃掉。怎么可能，它好小啊。居然能吃这么多。昨天好不容易抓到的。小黑，没事吧？他们是猫和老鼠。没事的，团鼠比较接近兔子。我们可以养它吗？不好呢，它只能关在笼子里啊。对呀，他会吃房子。平时倒是挺温顺的，不过我的他。哦，好了，你们要好好相处哦。要帮忙吗？走开。想出来吗？啾！嗯嗯，哥哥哥哥，传出跑呀！在哪儿？掉进洞里了。速度好快，准备盖新房吧。小黑，哇，好长的尾巴，那也够不到吧。真的抓到了。哈，小黑是他的克星呢。阿根，搬桌子来喽。小黑今天是大工程哦，多吃点。爷爷多吃点。怎么变色了？团鼠的毛会变成刚吃下的东西颜色，算是保护色吧。哇，好神奇啊。不过也因为这样的特殊皮毛而被捕杀，现在已经很少见了。啊，怎么这样？我们小时候山上很多呢。是啊。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。起了名字会有感情的，会舍不得哦。不管，要叫你什么好呢？比丢。就叫比丢吧。如果你养狗一定会叫旺旺吧。小黑，你是妖精吗？
果然是呢。不用怕哦，因为我也是呢。怎么还不回来？